我死了吗？我怎么看不到我自己啊？我难道是真的死了吗？没错，而且还是被人杀死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让我想想怎么跟你这个人类解释呢？按照你们的说法，我就是黑白无常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黑白无常长得太奇葩了，这对我英俊的样貌实在是种羞辱啊。有人叫我天使，也有人叫我死神，或者捉鬼师、收魂师，哎呀，随便你叫我什么吧，总之我是有名字的，我叫空空。你是哪来的熊孩子？你能一边玩去吗？你干嘛呀？如果按照辈分来算，你应该叫我太祖爷爷。不过我的年龄是个秘密哦。我是来帮你的，所以你必须乖乖听话。你来帮我干嘛？帮你投胎喽。我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帮你在灵界户口做一个登记，然后带你去投胎。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江离。死因嘛，被杀。被谁杀的？人间的善行恶行、恩怨情仇，都会在我这儿登记上。等他们死后，灵界会根据档案进行惩罚或者奖励，这叫做因果轮回。但是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死的了。不会吧，你正面被捅刀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脑子摔坏了，但是不应该啊，鬼魂是不会失忆的。难道？不会吧，我这个月业绩都不够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竟碰上你们这些半死不活的人。半死不活？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啊。是的，等你想起来自己是被谁杀死的时候叫我一声，你就可以复活了。是吗？我叫空空。空空。那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你啊？哔哩啵哩啵哩啵。叫我空空，我就出现了。你只有七天时间，快把记忆找回来吧，孩子。110吗？快！李斌，老婆，老婆，坚持住，坚持啊，李斌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爸，李斌，千秋，坚持。爸，家属请留步，我们要对他进行抢救。你先别着急，李丽不会有事情的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妈吧，她刚刚晕倒了，现在还在输液呢。爸，爸，
莫燕，你是在为我哭吗？我记得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，莫燕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，考上了美术学院建筑系。而我为了能和她在一起，靠着爸爸的赞助费，以后大家都是同学，和她成为了大学同学。当然要彼此照顾。好呀好呀，我会照顾你的。莫燕，哇，传说中的千金小姐。他在叫你名字。谁呀？他是。嗨，你把头发剪了呀？因为没戴眼镜，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帅。我一个暑假都没见你，很想你啊。哦。Hello， 我叫小群。Hello， 我叫思佳。嗨，我叫香香，香喷喷的香。哎，你们大家听好了，莫燕可是我的准男朋友，你们谁都不准打他的主意。哦。你不要胡说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我们之间没有别的。哎呀，你别害羞啊，脸都红了。同学你好。哇，女神来了。请问你也是建筑系的吗？是啊。那麻烦签个字。我们系的两大女神呢。对啊。三啊。哦，三。嗯，三。谢谢。前面这位放手。喂，有了有了。好。莫燕。莫燕，莫燕。哎，我去看看他怎么受伤了。莫燕，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没事。怎么样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他跟钟真怎么穿一样啊？就梅姐穿情侣装啊。来来来，啊，也不一定，有可能是班级队服啊。我送他去医务室。好，我们也跟着过去。他怎么还搀着他呀？他们俩是在一起了吗？哎，莫燕，幻觉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？不是，他们两个都已经，人家就不是你男朋友。谁没难过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他们两个生气了。哎呀，你走开啊！哥们儿，这个可以打折吗？当然。Old fashion， 谢谢。你是美院的呀？啊，刚入学。嗯，我也是。真巧，遇着同学了。你认识建筑系的莫燕吗？我是计算机系的。你要是建筑系的话，我还愿意多跟你聊两句。瞧不起我们系啊？你们建筑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高级民工吗？不过我是发现了，你是对那个什么糖还是盐的感兴趣吧？莫燕，你来这里喝酒也是为了他吗？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可是当我发现我喜欢上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了。喜欢他是你的自由，坚持就好。医生，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在医学命题上，想要计算一个植物人醒来的时间，答案是无解的。他的后脑受到撞击，导致脑干受损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他做康复治疗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她已经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腹部的刀伤正好在她子宫的位置。怀孕？为了保住病人的生命，我们迫不得已给她摘除了子宫，恐怕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。不要啊，医生。很遗憾，
算复活，也永远生不了孩子了。赵千秋，嗯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说吧，我看看什么忙。帮我追到莫燕。这，人家又不爱你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不，谁说他不爱我了呀？他只是现在还没有明白而已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才是最爱他，也是最适合他的人。我只是要你帮我，让他早点明白这一点，顺便让他早点离开那个叫忠贞的。君子不强人所难。君子有成人之美。再说了，咱们俩不是心有灵犀吗？都明白单恋人的苦涩。嗯，行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吧。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要求，就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说话算话啊。嗯，算话。好。相信我吧，帅哥。我们的报名非常简单，我们行，把你的号码写在上面就行了。来，就这。我们会呢，主要就是研究天体和物理的。反正我又不是来报社团的，我是来找什么呀？有兴趣吗？科学狂人协会。好，慢走。一号同学，了解一下。普通狂。我们是模型爱好者协会。加入了，知道了。感兴趣吗？不，谢谢。同学你好，有兴趣吗？可以在这儿登记一下。好。我们协会下周要举办迎新活动，是吗？欢迎来参加。好啊。千秋，我帮你报名了。啊？对不起，您稍等一下。什么？能回忆起的都是刚上大学的时候。这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不记得了。那些年，莫燕一直都很讨厌我，是你陪着我，像哥哥宠爱妹妹那样纵容我的任性。哪怕现在在医院，也只有你还在我身边。回忆为什么都那么悲伤？就算作为鬼魂，都还是能感觉到这里的疼痛。凶手找到了吗？还在调查。不会是你干的吧？开什么玩笑？医生给出的结论，江林是在下午2点遇刺的。你们发现他的遗书是在中午12点，之后你就离开了婚礼现场。中间2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当然是去找江离了。你竟然怀疑我？开玩笑呢。我最受不了这种氛围了。陪着吧。